我是吴轩怡，订阅优酷 YouTube 频道或下载优酷 App， 每周六跟随我一起迎接太空挑战，为我加油！哇，这太……哦，看到最上面一层的话，老师你的那帽子都会掉。老师，我们操作的话是要在这块地方是吗？不不不，我们要在最上面九层。对呀，OK， 好的，我觉得航天员嘛，对不对？要克服一切困难，要从自己最怕的开始。对，克服自己。我给介绍一下，咱们的岗位就是站在旁边，站在这儿。为什么呢？面积一样都是在上，因为它软软在这儿，要看这儿去。对，你站着看不到。我不能往下看。对啊，站着看不到呀。等一下，可以的。然后咱主要观察这个两个绳子有没有缠绕在一起啊，刮刺。然后在动之前，掏的时候会给他们下口令，要把它解开，啊，他就是把那螺丝给解开了。哦，啊，然后这样对，再把它搭上。哦，好。它有口令之后就搭上挂钩。搭上挂钩。对。对，你要看着，你不看着它能，能搭上去吗？我看。拧紧。对，才不要踩它，对，就这边，对这边。对，以后不是什么的，给你转一转就行。哇，他在晃。他是晃的，你转什么呢？然后呢？然后我要去够他吗？对，你弯腰。弯腰。我身高不够高啊，太高。弯腰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啊。先试一下。你往前弯下去。往前走。啊。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站在这。啊。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对你越前的越省劲，对。都已经到这儿了。那我不知道怎么使劲儿。嗯。提不动算了，你很棒的，对，也很棒。没事，你已经战胜自己了。提不起来，怎么办？你已经战胜自己了。老师，怎么办？我提不起来。当恐高的恐惧支配着自己，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有挫败感。刚才应该帮他一把，自己的力量肯定不行，我也自己不行，后面帮你给劲儿才行。航天员嘛，对不对？要克服一切困难，从自己最怕的开始。我试一下。你别害怕。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，哪怕我是边哭边做也好，也一定要靠自己去完成它。来。好。好，通过训练，我感觉她其实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一个女孩，她是可以战胜自己，她是坚持不懈的这个精神，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。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是在哪个岗位，只要是你的职责，就要去做。